我们的台电要破产，但是我们的绿能公司呢，他的爸爸还有他们的新潮流的里面的苏系的里面这些人，去外面开了二十几家光电绿能公司，来共同来吞噬台湾人民的辛辛苦苦的税金。台电在亏损呢，你爸爸公司一直在赚钱啊，请问一下，这合理吗？丑不丑女不会影响国家发展，丑不丑女不会买一度电要六块五块，丑不丑女不会一年哦，这个台电四千亿的负债，更何论你丑女？说你别丑女，说你别丑女啊，就是在抹黑我而已。我们讲现实问题，钱吧，钱最现实吧。为什么台湾人一直在赔钱？电的部分、能源的部分，为什么你家一直在赚钱？你回答回答我嘛。三年内开了十七家公司，你不是很爱回我吗？你民进党不是很最爱回我了吗？这是什么样的垃圾啊？检察官、法官在吃。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补贴台电，台电要破产，每年都在亏钱，各位知道吗？但是相对的，观众我不懂哎，我们台湾人一直纳税钱一直在亏损，那为什么这些公司一直在赚钱，而且一直开？对，没有错，你抓到猫腻了。对啊，我也想问啊，我想问伟大的政府哦，我们的纳税钱一直去补贴，然后一直说要破产，那、啊、可是你旁边开了十七八家公司，是怎么回事？一直赚钱，赚钱才会开公司嘛。人民赔钱，民进党赚钱。哇 ，Oh my god！ 来，赖品妤小姐，哦，你不配当立委啦，你出来解释一下。丑不丑女不会影响国家发展，丑不丑女不会买一度电要六块五块，丑不丑女不会一年哦，这个台电四千亿的负债，更何论你丑女？说你别丑女，说你别丑女啊，就是在抹黑我而已。我们讲现实问题，钱吧，钱最现实吧。为什么台湾人一直在赔钱？电的部分、能源的部分，为什么你家一直在赚钱？你回答回答我嘛。三年内开了十七家公司，你不是很爱回我吗？你民进党不是很最爱回我了吗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、啊？这是什么样一个政党啊？放着人民赔钱，然后民进党开公司去吸我们人民的血汗钱，这是什么样的垃圾啊？检察官、法官。在吃，对啊，吃。